让围棋实战打入解析啊，今天讲的呢是接上一集吴清源对北银坊秀哉的最后的一个打入啊，上一集我们讲到左边的打入啊，和这个这里飞啊，飞到最后黑棋飞到这一手啊，我们看一下啊，再看一下过程，然后讲最后一个打入。上期讲到这个飞啊，这里打入之后啊，白棋抢手，黑棋苦肉计啊，到这个情况，然后黑棋飞到这里，飞到这里以后，白棋在这里补一手啊，补一手，这个也非常大啊。那么黑棋尖一个呢，是也是一个有两步好棋，假如你就这个啊，这不行，这里被一断啊，一吃一长啊，这边全死了。所以呢还是这个大啊，这个大，而且这个带着眼啊，这里尖了一手。那么黑棋抢到了这个大场，最后一个大场啊，这个大场，抢这个大场。白棋把这里渡过啊，把这块空啊做全啊，把这个空就是完全的做到全封起来，冲，这就是定型，它跳一下啊，这个黑棋还得硬，不硬的话一吃就跳进来了，这不行啊，所以要硬一个，然后再挡住这个，黑棋断啊，要把这里走定型，要走干净啊，走干净，然后才可以走别的，这样，然后挖。啊，挖是先手，啊，踢掉，啊，接上，好，这里告一段落啊，告一段落，这里也定型了，这里也定型了。那么最后，啊，现在呢，应该是，如果这里全部被白棋围住的话，应该是白棋好一点啊，白棋好一点。那么最后一个打入点啊，就在上面啊，这里。应该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啊，这个打入点，大家想一想这个打入点在什么地方啊，想个几秒钟我再继续往下摆，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瞬间。第一感啊，第一感啊，我们打入意识有了以后，要找着打入的要点，那么要点就是在这里啊，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找这里，这里打入啊，面对这打入有这个上边，就是上边封住它啊，这边挡住它，还有啊走这边，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就是怎么走呢？这个棋，假如尖啊，现在最简单的尖这个啊，尖这个，这个好像是不行啊，这个好像不行，这个走这里的话，它一长啊，你如果走这个一搬过就不用说了，你走这个的话啊，它也可以就是飞一下。啊，飞一下，这个走这样，冲，啊，走这个，这边冲一下，这边再冲一下，啊，这边冲一下，一扳，啊，一断，在你吃的时候，啊，这里一吃，打通了，啊，这个不行，啊，全部打通了，这崩溃了，那就没办法下。所以这个棋压好像是不行，压封住是不行的。好，我们再看一下啊，它这个压不行，那我们走的柔软一点怎么样呢？比如说走这个柔软一点啊，这样尖啊，不让你冲出去，那么这样黑棋有个跳的好棋啊，先把这个跳一步扩大一下啊，扩大这个子的活力。它挡上啊，挡上，这个时候记住啊，要拖啊，啊拖，你扳住的时候啊，不能走，你吃这个这么冲出来了啊，没有办法啊，只能扳这个退。那你接上的时候啊，冲一下，它挡上啊，再加啊，这个是经典的打入逃跑法啊，经典的打入逃跑法。你如果是啊，这个无论你怎么走吧，你比如说搬啊，这很快就出棋了，一断这个，
啊，你一吃，他一吃，啊，这个都不用想什么东西，一吃就漏出去了啊，就漏出去了，接不上了，其实一吃，就白气崩溃啊。假如你说走这儿啊，刚才走在这里，这样也一样，这一长可能也不行啊，也不行，跑不出去，啊，跑不出去，啊，所以这个不成立啊，不成立。这个也不成立啊，这个肩看着好像给封住了，但是也是封不住啊，这个肩不行，这个挡不行，这个肩也不行。那么我们看自保一下怎么样呢？啊，自保一下就是说做这个啊，做这个的很多啊，这个有黑棋往上长搬啊，搬这个棋不能做这个啊，这个是大错特错啊，这个被白棋一扳，啊，这个太委屈了啊，这一走你接着再压再压，这个所得甚少啊，白棋而且白棋的角还却很大啊，这个也是迂形，这个不行啊。那么白棋长黑棋长一个，白棋扳的时候黑棋应该走什么呢？黑棋要把这个扳倒啊，把这个扳倒啊，他如果走这个啊，走这个我们一尖啊，一再一扳啊，就活了，就要走这个冲出去了啊，然后接这个活了，那么他也只好扳这个啊，白棋只好扳啊，扳这个，这时候你可以接上啊，这个吃不掉黑棋啊，吃不掉黑棋，比如说啊，走这个。他一拖就过去了，啊，一拖过去，你走这个，走这，啊，也可以先走这个，先断他一下子。他这样吃不行啊，这样吃一吃，这给吃掉了，那么只能这样吃。然后你可以这样走，啊，这样走，再长一个，你走这个，啊，长，啊，你扳住的时候，一断啊。仍然是出棋了啊，你接这个一吃这样出棋了，所以这个棋而且呢你不这样走也可以啊，你就是这样直接断呢，他吃这个你双吃啊，棋掉再吃啊，这样是打劫啊，打劫这个黑棋应该说不怕的，打劫这里有很多劫材啊，很多劫材这样打劫啊，走的巧妙一点，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走啊，这反正白棋毛病很多啊，白棋毛病很多啊，白棋的毛病很多，就是走这个呢这就更简单了啊，就直接拖过就行了，直接拖过就行了。还有啊，比如说我立一个你出不来了吗，你走这个啊，但是他有办法啊，他搬一下走这个，然后他断这个啊，断这个出棋了，做这个，这个可以偏不搬啊，先断这个，我们可以看啊，先断这个，最好的次序是先断这个，断，他如果这样走不用说了，一吃一打就出来了，他这样走，然后你先走这个啊，先走这个，走这个，好，你这时候搬，啊，这时候拐。他如果搬的话，你搬就出来，走这个啊，你仍然可以这样啊，这个时候搬这个，对吧？然后你打吃，他长，走这个，再一搬啊，再一搬啊，这个棋应该是差一气啊，差一气啊，差一气，你。如果是立这个啊，他搬一个，你扑的时候我不能不提这个啊，我这个直接接这个就完了啊，死了啊，总之是死了，嗯，所以啊，这个棋可以接这个啊，接这个白棋呢也只能长，可能啊只能长，然后拖过黑棋就占了很多便宜啊，把这个角掏掉一半啊，这个角的尖边掏掉一半，而且连上了，又把那儿扩大了，嗯，扩大了。
这个棋啊，这个打入，那么都不太好啊，不太好。就是说白棋在外在里边防御啊，这样无论是压还是尖还是挡啊，都不是太好。那么白棋就想着一种反击的手段，嗯，反击的手段。白棋碰了一个啊，顶了一个，这个呢就是骗招啊，这个骗招，这个简单的骗招。如果你走这一类的，或者这一类，他无论这样走或者压住你都不太好啊，这样走他就压住你啊，你就没什么活力了，因为你在顶的时候他可以挡上了，你就过不去了啊，所以这个是个骗招啊，这个棋就是算一种反击的手段吧。啊，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啊，这是一种思路啊，一种思路，就是你顶一个不理我了，我也不能理你了，我理你我也完了啊，所以他这个就经营那块。那么怎么走呢？还是刚才讲过的，先跳一个啊，先跳一个，跳一个，这角是不能被进去的啊，所以必须得他必须得挡啊，那么就好多了。这里有一个子接应，对这块更好多了。啊，这里我们看啊，他不是走的这个啊，走这个可能他有扳呢或者什么这个手段哈、啊，甚至这样走啊，甚至这样飞等等手段，这个棋没有活干净。那么这个棋啊，这个时候啊，不要讲形状啊，怎么能最有效就怎么走啊，怎么能最有效逃出来怎么走，这地方不能讲中盘的时候没有形状可讲啊，就想怎么最有效最实用就怎么走。那么这个棋看着形状不是很好的地方接应。啊，一般像这种尖，一般感觉总是压啊，但压可能白棋真的有可能这样飞过来要吃它啊，要接应，接应就是要跑啊，就是跑。这个棋啊不能这样跳，跳有可能被它这么一顶啊，啊这样一尖顶，这个白棋很局促啊，白棋反而受攻了啊。正确的走法是走这个啊，走这个，跳一个，那么出来，这个黑棋出来。啊，这个棋啊不能硬吃。作为白棋，白棋顶这个的顶这个的目的啊，就是要破他的控啊，也没就是不想硬吃啊，不敢硬吃，甚至说，我们看，假如硬吃怎么办啊？假如走这个，贴吃啊，硬吃啊，然后他先搬一下啊，这是破绽太多啊，大家可能都能看出来，这破绽太多啊，冲。挡一段啊就不行了，这完了死了。打吃这个，他一吃，对，这样一吃完了死了，吃长啊他争不掉啊，这样白棋不行啊，所以不敢硬吃啊，也不能硬吃。你白棋呢就是只好善后啊，这个时候因为他顶了以后也要把黑棋这块破掉，就是双方互破啊，互破。他呢先把这个自己的毛病补好啊，走这个。这个你就不能这样走了啊，这个假如你走真的就属于上当了，这样他一走啊，这块真要吃了啊，不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吃啊，这一走这一退。你没有刚才那个冲断了啊，没有什么，这要死了，你这要死了。所以这个对他靠也不能退，也不能退。上一问题，一切以把这块安全的逃出来为上策啊，为上策，就是靠的时候我也不能理了啊，不能理了，跑得快一点啊，然后他冲一个啊，这要先冲一下再打吃啊，不要先搬啊，这个搬以后如果这边有棋的话，有子的话，他有可能直接断，你在吃这个不好使的时候，吃他不用接的时候，哇，这个吃能接的时候他就可以断你了，所以这个棋最好先冲，以后冲可怕来不及了。大吃啊，这里应该说是顺利的逃出啊，顺利的逃出，黑棋顺利，那么白棋也有所得，白棋把这个扳住，他一接，嗯，他一下来啊，下来，这样呢就是黑棋把这个上边啊上边套掉了，角也失去了一半，那么但是白棋呢把这边黑棋给破了，而且吃掉一个子，吃掉一个子，吃掉这个子以后啊，如果再把这个接上，这个角变得有点薄了啊，有点薄了，就空活棋是没问题，但是有点薄了，所以呢你这里吃掉我以后，那么黑棋把这个吃掉啊，把这个吃掉，
好，这样吃掉。这个吃掉以后啊，这个角很大，本身官子就很大啊，本身价值就很大，所以呢就是还而且呢下次不走呢，他就会威胁白棋做这个啊。这颗棋白棋还没有活干净，白棋也需要补一手啊，要飞一个啊，飞一个。那么这个打入呢，就是从这里开始啊，就到一定段落，还没有完，还没有完啊，就是说这个余波还没有完，这里还要处理。你不走的话，白棋马上就给他啊吃掉了。那白棋这个黑棋继续处理这个打入，因为这还有飞，联络也不是很完全，所以黑棋搬这个啊，搬这个，这也是一步小小的骗招啊。当然高手之间他也骗不了谁啊，就是对方也不会轻易的被他骗的。这期就是想引诱你走这个啊，断啊，接上黑棋，接上白棋断断呢，这时候不要啊，既不要先拐也不要先长啊，这时候冲是一步好棋啊，单走。比如说你走这个啊，他吃了以后你再冲的话啊，他可以挡上了啊，可以挡，这个很大，这个黑棋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啊，这便宜啊。如果你走这个呢啊，你走这个他先渡过了啊，他渡过了你再冲啊，他就可以退了啊，你再冲他甚至可以不理你了。他这空一转圈的大了啊，空是连成片的大啊，转圈的也大，你看这个空啊，这是转圈空啊，这样大，连成片的空大，所以这样连成片这样太大。所以呢这个棋啊，如果白棋这样走，黑棋要先冲这个啊，这个比较阴一点啊，比较阴险一点。比如说你要是退一个啊，退一个他再拐这个，你这变得很小，你因为你没走到这儿啊，就很小了啊，就小多了啊，这个就然后黑棋可以该走什么就走什么了。如果你不服气啊，这个棋我要为像这样一样的连成片的转圈的空啊，我就爬过来啊，爬过来，那么搬啊啊搬，这个他搬。这时候注意啊，这种情况不能马上连搬啊，这个连搬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你如果连搬被他吃，接上，他再接上啊，再接上，他这个棋你再打的时候啊，他可以尝出来啊，可以尝出来吃尝。你也只好往这边走了，走这个他死了啊，空气不够，你尝这个他一挤不够气了，你只好这样走了啊，然后走这个才能接上啊，那就是成了转圈空了，而且你这还有个断点，这个不行啊。这个所以次序啊，一切的妙手一切的手段都跟次序相关联。这个搬的时候啊，搬的时候呢要先打吃一下啊，这个次序不能忘，先打吃，然后他打吃的时候再打吃，这时候他只能提啊，然后你再接上。我们一看白棋啊没有连上，反而受到威胁了啊，受到威胁了。活棋当然没问题，这一尖也活了，往这尖一个也快活了，但是已经被隔开了，空已经被破了。好，我们刚才说提，如果不提这样走行不行？这样走不行啊，这样走他一提掉你再吃，是不是？这一接，这已经完了啊！你这是要吃，这一接双吃没法下了啊，没法下了。所以这个地方啊，黑棋这个出了一个小小的骗招啊，骗招，搬一个，引诱白棋去点啊，引诱白棋去点啊。那白棋是谁呢？白棋是藤本因坊秀哉，那也是当时的日本第一高手啊，第一高手。名义上他是第一高手，虽然遇到了吴清源木谷实的挑战，他仍然是名义上的第一高手，只是年龄大了啊，岁数大一些，但是实力是不弱的。这个棋一看不能这样走啊，那么白棋呢就啊冲啊单打吃啊。当比较复杂的时候需要走后啊，白棋首先把它走后了。还有这个啊尖，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啊，尤其对于白棋现在是先手啊，先手啊。这个时候做一个重要抉择啊，因为白棋黑棋呢现在这个棋因为形式呢比较细，像吴清源这个才能和水平呢一般走棋都是优势比较大啊，
像细棋的时候比较少啊，除非自己形势不好，拼回来有点细，他有点着急啊。就是人一旦我们棋友下棋可能一旦自己形势不明，或者比较细比较急躁，想尽快的获得优势，或者说有赢的希望啊，他这个棋按实际情况呢应该接上啊，接上他搬啊，然后再去收官啊，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但是呢他没有接上啊，这个接上以后呢，黑棋这块棋多少有个根，一搬活了，这至少有一只，就是白棋搬这里有一只后手眼啊，这外边头也很畅，是细棋局面，黑棋还有希望，还有希望啊。这个由于这个空比较接近，他又比较害怕这个空不够啊，所以他尖的时候，如果这边是很厚的情况下啊，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子，这一连的很厚的下，这个棋肯定是要搬啊，肯定是要搬。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这个很薄啊，这个年轻气盛，当时吴清源只有19岁啊20岁，他这盘棋下了3个多月，在19岁和20岁之间这样走，接上啊，然后他在这里顶了一下，这个是先手啊，这个先手啊，这个棋要立啊，这官子也是我们顺便讲啊，官子也是一丝不苟才能保证啊，我们所谓的打入啊，什么妙手啊，这个棋不能退啊，这个退被人搬了以后，这个官子很损，所以这个棋要立啊，能立则立，能抢则抢，总成这样，然后再一断，他一立，这个打入呢就看着是结束了，实际上还没有结束啊，还没有结束，他这个棋活在脚上了，很大，有五目棋啊。白棋呢把这边得到了，黑棋把这个得到了，现在还面临最后的决战，形势呢依然是很微细，这个白棋也着急啊，白棋也着急，就这个打入完了之后他也着急，要着急什么呢，这个棋仍然没有胜负未定啊，胜负未定，他呢在这里先走一下打吃，胜负未定，就是双方必须还得拼搏啊，再走这个就想扳住啊。我们后边呢再把这个过程讲一下，就是由于这个地方打入啊，这演变成这样，以致后来的影响到这块棋，就是这个搬粘影响到这块棋，那么黑棋搬住以后，黑白棋飞开始攻击这块啊，攻击这块，这个也是一个骗招啊，这个骗招，这是什么骗招呢，就是引诱你这样走啊，这样走搬一断，然后他吃啊，当你长的时候他反吃啊，这样就坏了啊，这个棋被吃了，接上就不用说了，这么一打吃啊，接上这么一打吃啊，一接再一接这个死了啊，那么如果长这个怎么办呢，长这个也简单，走这个打上再接上啊，不能两全啊，走这个一吃完了，只好接这个啊，接这个他就把这一接啊，那就死了啊，死了，走这个没有用，这样走是吧，这个不行，啊，这个棋呢对于这个飞我们看黑棋怎么走的啊，如果是尖这个呢也行啊，比如说尖这个也行，但是他可能这尖完之后呢被白棋这么一走，估计白棋也赢了，黑棋也输了啊，那当时很细微啊，因为很细微，这个不肯这样退让啊，这个虽然安全安全，但是输了这个就没有用的啊，这个安全是不可取的啊，所以呢这个棋必须要拼命啊，对黑棋来说必须要拼搏，黑棋走着拼命的招啊，搬这个啊，搬这个他你不可能走这个，走这被他提一下啊，这个太舒服了，这不行啊，所以啊冒死也要接上啊，这个棋一提掉一二将近3目4目，像先手4目才是不可忍受啊，就尤其这个时候不可忍受，他要接上啊，然后虎这个啊，虎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
走了这个冒险的班以后，然后你接上的时候，我虎这个你就飞不到这个了，然后下一步可以跳啊，破这个空。他现在主要是木的争夺啊，主要是木的争夺啊，这个棋木的争夺。然后呢，现在啊，白棋也比较难啊，白棋也比较难。白棋呢，就是说这个如果按正常走一些，被这全围住了呢，他好像也输了啊，也输了，嗯，也输了。然后他尖了一个，啊，尖这个就是准备这么冲断，啊，如果你接上呢也行，但是接上可能他不太肯啊，接上他这就没有断了，他这个棋并了一个啊，并了一个，就是继续保持联络，要保持联络啊，保持联络。那么黑棋呢，并。白棋恰了一个啊，这也是一手棋。好，我给大家接着讲讲这个地方。这个棋打入基本结束了，而且争夺在这儿，现在仍然没有，就是它的胜负还没有结束。这个打入双方各有所得啊，等打入的问题我们已经讲完了。那么这个地方啊，下一步这个到这个时候，这是158、159啊，下一步是160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这盘棋这个故事啊，这盘棋当时呢，因为下了三个多月呢，他最后的时候是到这个时候已经白棋很危险了啊，现在是细棋，但是白棋很危险，很危险。他这个利用这个秀哉，他利用他这个休息时间，因为他名人当时的有一个传统，就是说他这个本因坊名人啊，可以到他下棋的时候，他可以就是暂停，他带领一帮弟子回家去研究。啊，这个研究了，所以这盘棋下了三个多月才完啊。这个从现在来说，这对吴清源是很不公平的这盘棋。那么研究来研究去，就很危险，一直很危险。走到现在的时候，下一步走了一个，就是应该说是很有名的一个妙手啊，一个妙手啊。这个妙手呢，我们今天就不讲了，但我把这部妙手走出来啊，一会儿走出来。这个妙手我们就限于这个，咱们是讲的打入，再一个很复杂哈，我也讲也得好好研究一下才能讲这个东西。但是我们走到这儿，介绍一下这个故事。这个妙手呢是秀哉下出来的，但是呢，据后来传言呢，就是赖月仙作这吴清源的老师赖月仙作有一次在一个非公开的聊天的，就是。场合呢说这个招棋是谁呢，是本因坊秀哉手下的一个弟子啊，就叫前田辰尔，也是九段，后来也是九段，他想出来的，就是他们在后边就是拆棋集体研究嘛，他想出来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啊，赖月仙作说了这个事儿以后，遭到本因坊一门弟子的攻击。当时赖月仙作是这个日本棋院的理事长，因为这件事儿，他本来是说让记者不要说出去，结果记者没管这套，就直接给他说出去了，说出去人家要攻击他，结果他把理事长都给辞掉了，把日本棋院的理事长给辞掉了。所以这招棋引发的争议啊，吴清源也没有注意到这一手啊，曾经有一个人跟他说过，说这手怎么办，他也没在意啊，在他回忆中说，但是这手确实是很妙。好，我给大家摆出来啊，大家供大家自己去这个研究欣赏啊，这个到底有什么棋啊，也可以参考一下资料，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这招棋啊，这招棋在这里，这160招啊，绝世妙手。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讲到这里。请欢迎大家收看下一集。